特區回歸25周年，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四下午抵港之後，先到灣仔會展，會見現屆的官員和政界人士，再到訪白石角科學園。警方近日已經在科學園巡邏戒備，星期四朝早更加大範圍封鎖。下午4時多，傳媒採訪區內一名大紀元時報的女記者，身穿黑白色英國國旗雨衣，被警員帶往警崗問話，她的雨衣被沒收，警員仔細搜尋隨身物品之後，被她翻返去傳媒採訪區。到下午5時，警方再次搜查在場記者的隨身物品，那名大紀元時報的女記者和攝影記者懷疑被搜到一張紙，並指是違禁品，他們被帶來採訪區，不可以繼續採訪。